好了，这个目前送到国内的阿斯特捷利康 A G 疫苗大约有300,000剂，都惊这个期限到期，疫苗还阁注未了，所以就为今仔日开始扩大来注射，包括中央甲地方的防疫人员，还阁有高风险的接触者，像这个机组员、像这个经销人员等等，拢伫注射范围内。啊，这桃园市长戴文灿抢头香，抢到六度首长的头一日，再去8点出啦，就到部立的桃园病院，带头来注疫苗，讲要来增加市民注预防下的信心。手腕比起来，护理师甲写注落去。国内 A C 疫苗扩大注的头一天，汤市长陈文灿下昼8点半来到部立桃园病院，带头注 A C 疫苗。为了加强对疫苗的信心，也是代表我们对疫苗的有效性、安全性，都可以放心。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干，阁有副组长罗一军，嘛拢来桃园病院注疫苗。对，我们对 A Z 疫苗其实只有0.5cc， 跟我们普通一般人打的流感疫苗1cc 比，其实是只有一半量而已，所以其实打下去感觉是不那么痛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。本身有糖尿病5年病史的罗一军，下昼阁特别尿过血压，嘛讲注落去无感觉。国内即马拢总有30多万剂A Z 疫苗，今日开始开放第二类、第三类人员，亲像中央、地方防疫人员、各机组人员、经销、加高风险的人，差不多增加125,000人拢爱做。啊，机组人员嘛希望疫苗做了去了后，检疫会当个放量。这一年多来，大家在这种不是飞行就是隔离的情况之下，身心真的是受创很严重。透过这次疫苗的接种，能够让这整个政策做一个调整，让大家在生活上还有在就医的权利上能够获得适当的解决。啊，那即马国内有19,900剂疫苗，五月底就要到期啊。指挥中心这礼拜卖计划开放民众自费来注，所以差不多这个月月底，一般民众都可能有机会注到 A Z 疫苗。